买五个糯米肉花，买面包是要买，买都买，再挂去买送。就会听到人哋话我间屋细，所以我以后都唔会带人嚟我屋企。爸爸妈妈冇钱，我自己都唔敢讲俾人哋知屋企环境系咁噶咯，惊人哋话你屋企咁穷。根据社会服务联会资料，香港有260,00015岁以下的儿童生活在贫穷家庭，其中大约有120,000因为家庭经济出现困难需要领取综援。好了，慢慢向前弯腰，手按住地下。贫穷家庭生活捉襟见肘，有学校发现部分学生很少吃早餐甚至午餐，但是小朋友处于发育期，需要充足食物和营养。目前有8间小学尝试和志愿机构合作，在课余举办体育活动，除了锻炼他们的体格之外，还免费派发食物给200多个有需要的小朋友，补充他们的营养。这个就是我来的，知唔知佢叫咩名咧？我唔可以话俾你知。我想啲 B B 啊，快啲生翻出嚟咯。佢唔使俾同学话我蚊牙猪仔咯。你知唔知我等咗啲 B B 啊出世几耐？等咗1.5年啊！我哋叫佢添仔，7岁。佢3岁大试过同妈妈露宿街头，后来得到社工帮忙。在深水埗租了间细房，这几年两母子靠综援金相依为命。添仔自细缺乏营养，只门牙甩了之后一直未生翻，妈妈好担心。呢日带添仔去见帮街坊义诊的中医。啲牙点样啊？未错咯，到而家都未错。如果唔系，佢要泡饭啦。帮你摸啊！点解你冇病嘅？即系佢个体质系需要再调理一啲咯。嗯。咁同埋佢咁耐都出唔到牙咧，喺个中医嚟讲咧，其实就系个肾唔够力，个肾气比较虚一啲，比较弱一啲。嗯。咁譬如佢个冇饮牛奶，咁你可以俾啲牛奶佢嘅。不过如果你西医讲，可能话佢钙质未必够。个牙齿啊，旧年甩咗到而家都1年啦，未生噶。但系缺钙，医生唔可以开钙俾你食噶喎。这些要给钱的，真是没办法给咯。根据社会服务联会的界定，家庭收入少过全港相同家庭入息中位数的一半。例如一个两人家庭收入少过6000元，4人或者以上的家庭收入少过10,000元的，就是属于贫穷家庭。社联的调查显示，香港每1000个儿童当中就有241个来自贫穷家庭。在深水埗区有30%的儿童生活在贫穷线下，所占的比例是全港最高。阿贤11岁，一家4口住在深水埗一间板间房。呢度咁多嘢咧，系我爸爸买翻嚟嘅。拿去卖出去赚啲钱翻嚟俾我哋读书嘅，呢个就系我嘅角仔啦。上面咧，本身我喺上面瞓嘅，而家上面用嚟放嗰啲我阿爸嗰啲货啊，即系嗰啲风扇啊之类嗰啲嘢啦。呢度就系部电视机，我哋就喺呢一度睇电视噶啦。呢个咧就系电饭煲，用嚟煲饭嘅。妈妈，这个就是用来煲汤的，
床下底嗰啲咧，全部都系电钻嚟嘅。我阿爸买翻嚟卖出去，唔得嘅咧就会整好先卖出去嘅。阿贤嘅爸爸喺屋企附近大厦楼梯口开档，帮人修理旧风扇。夏天生意好嘅时候，一个月可以赚七八千蚊，勉强养活一家。不过到冬天就望天打卦。天时冷话咁，冇一定啊！有时做三几十，有时做三几百，咁你点够开支啫？你日日都要一百几十蚊开支噶嘛？唉、哎，总之啊，过日转日过日啦，过一日转一日咪啫。上到嗰度，我哋都冇咁长远打算。为咗尽量节省开支，阿贤嘅父母每晚都喺街市收市前去买平价餸。平时阿贤都会帮妈妈留意超级市场几时有减价货卖。减价有阵时对我都几重要嘅。我阿妈咧成日都话买嘢唔好买咁贵啊，平平地好啦咁。所以咧，我次次去行商场嗰阵时咧，见到减价嗰啲超级市场，我就会同我妈咪去嗰度买啦。成间屋嚟讲最舒服嘅我张床啦，我中意上面玩啦。好多小朋友都会中意去玩噶嘛，我自己咧就中意穿珠嘅，佢好得意好靓啦。穿穿下就会穿到一个公仔，呢啲都算系玩具嚟嘅。呢个琴咧就系我阿爸去买，去人哋嗰度买嘢，就系、是、好似话用50蚊买咗呢个琴，佢话我鍾意弹琴就买咗俾我玩。哎呀，成日唔记得咗嘅。有一日，我嗰、那个 friend 咧就嗌我带佢上我屋企，我就带咗佢上嚟，佢就见到我间屋咧就好细，佢就话：哇，乜你间屋咁似垃圾缸咁细噶？咁讲，所以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好唔开心，所以以后都唔会带人嚟屋企啦。又要啦呢个英文书，哇呢、這个书好靓啊！呢、這个摆喺度先。年几前，当添仔仲系读紧幼稚园，已经开始帮妈妈手，将喺街执翻嚟一嚿报纸攞去卖，帮补生计。我开门俾你啊！你话你个细路仔咁细，跟住你起阵报纸，你有冇搞错啊？为咗细路仔都好无奈。行得啦，行得。嗰阵时我得闲睇到街边有报纸或者系水管纸皮咧，就可以攞翻去屋企储满一架车，就可以攞去回收站嗰度卖咯。我唔怕做呢个工作，因为咧最紧要系赚到啲钱。多谢婆婆。你十块钱，你帮我睇睇几多钱先？呢个20蚊，呢个二个四，呢个加二，咁就等于22，跟住加两毫子，就等于22.4。呢个就系超人情啊！咁呢个超人情啊，用每块。而家用紧第二个纸贴钱压咯，读大学用咯，读大学可以捐交学费，同埋自己出去买嘢食，翻去学校食咯。
今日翻学咧，我哋又做啲乜嘢啊？温书啊！温书啊！爹啊！唔系啊，爹啊意思啊！爹啊！好似冇玩啦，上堂听老师讲嘢啊，不然你翻嚟做唔起功课，妈咪做唔到噶。我梗系期望我个仔读书好啲，将来大个仔能够独立生活。今日老师赞你乜嘢？乖咯，做什么？做什么啊？咁你开唔开心啫？开心。开心啊！添仔同妈妈相依为命，除咗综援金之外，添仔嘅就学津贴减到2050元。做妈妈嘅见个仔考到九龙塘一间好学校，虽然书簿费、校服等等嘅开支要3000多元一年，未必应付到。后来得到热心人士捐助，先至可以继续读落去。我中意呢间学校，系因为有好多同学咯，可以同啲同学玩捉迷藏、捉伊啊嘛。喺咁多科里面咧，我最中意嘅科有三样，有 IT 科、有英文科、有体育科啦，系我最中意嘅。上堂有游戏玩噶，有时咧有得唱歌，好开心。有啲同学就好啦。乜嘢活动都嚟参加？咁有冇试过问妈妈话想参加啲活动啊？有啊，唔俾啊，冇钱啊。佢幼稚系一般啊，好似学校甚至好多活动啊，啊参加有舞蹈班啦、啊，有画画班啦、啊，有钢琴班啦、啊，有小提琴班咯、啊，乜嘢班都有咯。咁佢话。哇！我睇睇都系400-500元，佢话嗰啲仲话家庭啊，有啲有嗰啲假名一般咯。咁就算假名一般，我哋都冇呢个能力去咯。添仔想学钢琴，但系屋企冇钱，佢唯有趁妈妈去社区中心做义工，先至有机会玩下钢琴。学弹琴，上台表演我一个人唔可以上台表演。人哋咧话要想学琴都，妈咪都唔俾咯。当时咧唔知妈咪咧系冇钱啲送去买嚟买送，所以妈咪唔俾我弹学弹琴啦。咁我又嬲妈咪咯。妈咪摆前面张台啊。系啊。跟翻呢个位啦，咁就插翻呢度啦，对翻啲窿位，咁佢就指住下边嘅，咁你就插下边。阿贤同哥哥分别读5、6年班，好多时要用电脑上网做功课，等咗几年，两兄妹终于等到一部由志愿机构送嚟嘅二手电脑，可惜得物无所用。做唔到功课咯，仲未整上网。我阿爸话等好生意啲先整上网。阿妈，啊靓女，支枪冇人买咩？冇啊。我觉得爸爸咧就好叻嘅，佢识整好多嘢。我知道我阿爸搵钱咁辛苦，有时就会落去帮我阿爸手。因为咧，我就觉得佢日晒雨淋都坐喺个同一个地方，如果落雨咧就俾雨淋。有时啲雨就会撇入嚟，如果好天咧就会喺坐喺嗰度晒。喺成间屋咧，我都系觉得咧，我张床最整齐同埋最靓，同埋好多空间啦。我有阵时咧做功课咧会喺张床嗰度做嘅，用嗰张凳嚟做嘅。以前我未有呢张凳嗰阵时咧，
我同我哥哥一起去快餐店嗰度做功课，因为嗰度好多台同埋好多凳。报纸唔容易揾到，有时啲楼梯有啲报纸咪执嚟睇下，睇有冇关于嗰课啲嘢。咁有咧就攞翻屋企剪咯，咁就交到功课咯。我执唔到报纸，交唔到功课，咁啲成绩咪低分啲咯。我哋叫佢婷婷，十一岁，同爸爸妈妈、细佬四个人住喺一间大约100尺嘅套房。屋企环境差，婷婷的学习情绪一直受到困扰。佢油影焗咪焗咪，佢脾气都好猛咯，唔系咁好咯。有时甚至会喊添啊！点解佢住喺呢啲地方咁窄？我哋阿妈咪，我哋可唔可以搬个大啲地方啊？妈咪咪同佢解决咯。如果有可能嘅话，妈咪就会搬啦，唔会话成日住喺呢度，即系氹下佢咯。即系谁不知咧，一个月一个月去感觉咯。而家我住呢度咧就好食，摆嘢都冇位啊。做功课嗰阵咧，细佬成日嘈住咯。屋企悭得就悭，婷婷每两个月帮妈妈去社区中心攞免费派嘅米。佢平时好少出街，咁大个女从来未试过有零用钱。平时妈妈都冇俾零用钱噶，因为屋企穷，都唔买嘢食噶。啲同学有时都会叫我去买嘢食，但系我就话你哋买啦，我唔买啦，我唔肚饿，我唔食啦。咁咯，咁佢就唔知道我冇零用钱咯，有时都好唔开心噶，我自己都唔敢讲俾人哋知屋企嘅环境系咁噶咯。平时好少出街噶，通常喺屋企温书啊。做下功课咯。妈妈同人哋嗰啲家庭嚟比，即系自己咧身为个妈妈真系都即系佢需要啲嘢咧，都比唔到佢咯。我都知道妈妈平时做嘢好辛苦咯，所以有时就做下家务，帮轻下佢咯。去海洋公园之前，有冇人瞓唔着嘅？琴晚冇话一家唔理你。我记得上年又玩咩摩天轮啊！婷婷平日冇机会踏出深水埗区，唯有靠志愿同商业机构合办嘅免费旅行团，先至可以一偿心愿。你快上卡！喂，我呢度有风吹噶，张神，我个耳真好。哦，好嘢！我觉得你冇得玩，想玩多次咯。好多人话系好多嘢玩咯，嗰次终于去到啦，就好好玩。三个月前，政府定下扶贫政策，避免零到24岁成长嘅新一代出现跨代贫穷。新嘅试验计划首先照顾由初生到5岁嘅贫困儿童，喺7月会以深水埗做试点，但6岁以上嘅仍然未有具体落实嘅时间表。
我好想学校搞多啲活动，不过啲收费冇咁贵咯。嗰啲同学个个有得去，我冇得去，人哋学到好多嘢，我又学得好少嘢。有啲非洲嗰啲人同埋南亚啲人，佢哋饮水都冇得饮干净嘅水啦。同埋就冇靓衫着，同埋一阵时又挨冻又挨饿啦。就我间屋咧，虽然系细，但系咧比佢哋幸福咗好多。我想学弹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话好唔好听啊？